3月19日，演员万茜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最新动态，高兴的配文跟长沙最潮的希姐一起蹦迪。此次她半夜现身酒吧海玩，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动着，动作十分娴熟，神情也很忘我。网友们在看到万茜的动态后纷纷调侃，不愧是酒吧领班主。38岁万茜作为演员，曾经主演过《长江一号》《裸婚时代》《将婚姻进行到底》等热门影视剧。万茜对待自己的感情生活很低调，对自己的丈夫保护得很好，几乎从未公开秀恩爱。在2017年，她顺利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在去年她接受采访时坦白，老公是一名职业摄影师，帮她拍摄过很多照片。万茜与老公私下感情还是很好的，大家不必过度关注她的私生活，还是多多期待她的新作品吧。